感觉是差不多，就是跟受伤前的状况其实差不多。那就是比赛感觉是真的蛮差的，就是好像没有找不到自己的球感这样。然后现在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，去年已经错过蛮长一段时间嘛，那今年就是当然能够把自己最好的表现拿出来这样。去年因为13场就受伤了，然后就开始复健了一整年这样，回来也打了11场比赛，很可惜就是浪费了一年时间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职业运动员的生命有限，对啊，那就是因为这样子要浪费一年时间。球季结束之后做了蛮多的努力嘛，就希望说今年能够把去年失去的能够找回来这样子。球季很长，所以表现会有好有坏。那你不好的时候，你希望你的队友去 cover， 我当然是希望说我的队友都很强，那自己的在场上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这样子，我可以更容易的做我自己。第一个是希望球队能够赢球，对啊，然后自己身体能够健康的打满一整，然后去给自己设下就是30次全垒打100分打点的目标。现在当然是有点困难，因为毕竟去年只有3次全垒打。对啊，你是要增加10倍，其实还蛮难的，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啊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有信心，对自己有信心可以做好很多事情。